谁来放过我呀？你怎么这么憔悴啊？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小米拉，你已经好几天没去公司上班了。小刘他们说你最近行动无常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回去找江一静好吗？你说我怎么能绑你呢？不是，你拿这个捆住我的。好了，咱们都这么久没见了，你就别跟我闹了。来，抱一下。温，你在这儿？你干嘛？不是你，你疯了你啊！小米拉，逃避也没有用。 静姐，你手机一直在响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啊，小刘。我要去干什么来着？ 为什么是我？是他们的错。为什么伤害我？是他们的错。文亮，肖米拉，你们不可原谅。 应该继续，我应该继续吗？是他们的错，为什么伤害我？是他们的错，我应该继续吗？ 如果我死了，一切都会结束吗？江一静，江一静，江一静，你醒醒！江一静，江一静，江一静，你快醒醒！ 你是病人家属吧？他最近是不是情绪不太好啊？现在的孕妇啊，可不是吃饱穿暖就够了，一定要照顾好孕妇的情绪啊！孩子怎么了？不用担心，检查的结果啊，你看看，胎心现在比较低。不过好在现在是孕早期，你来跟我去开单子取药。回去。 一定要好好养胎，按时产检，别再做傻事了，好吗？
对不起。别再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。谢谢你啊，广汉。谢什么？我希望你是永远向前看的。你要一直都活在过去吗？不了，我想明白了，过去的日子无论如何也回不来了，现在最重要的只有孩子。嗯，我不会再穿过去了。嗯，走吧，慢点，记住医生说的话。江一静这次怎么这么久都没动静？喂，肖总，我要辞职。什么？你要辞职？肖总，这几天公司没人管，越来越乱了，我准备辞职回去给人算命。啊？你还真的学过啊？我可是系统学过的，什么做法、化簪我都会。行了，肖总。没什么事儿。等等，也许你能帮上我一个忙。你在干什么呀？防止您老是偷偷进来。哎，什么叫偷偷呀？这房子都是我儿子买的，我想进哪间我就进哪间。这房子可不是您儿子一个人买，首付是我家里人付的。几年前您和您儿子可都是穷光蛋。哎，你还来劲了？你上哪去？您管不着。啊，顾奶奶还逛啊？怎么了？我一开始还挺羡慕小米拉的，能用那么贵的化妆品。现在我想明白了，不是我用不起，是我对自己太节省。看你这几天像变富婆了一样，精神都不一样了。反正钱存着也要被温亮拿去乱花，还不如花在自己身上。我用的是温亮的牌。那你的工作怎么办呢？我管他呢。他们公司我也不会再去，我值得更好。走走。